今天记得讲布施波罗蜜，讲这个引经证明对苦田幽因安住悲悯。无量功德赞中说，世尊，你往昔对净不净田都平等布施啊，清净的福田和不清净的这个福田都平等布施，但有些人布施却是有选择的，他们见到贫贱者来气，明知来人有求助心，却心无悲悯，认为他们不是殊胜的对境，布施他们后世得不到大果报，因此呢，只寻找那些具有功德的对境。像这样失坏了菩提心，虽然做布施，但以贪求艺术的缘故，其实和乞丐并无两样。贪求艺术啊，就是贪求未来的果报。因此呢，世尊，你有大悲心对诸乞者平等布施菩提心失坏了，发菩提心时承诺要将有情都安置于佛国，所缘境并非只是部分的有情，而是所有高低贤劣的有情。然而呢，现在众生有困难前来祈求帮助，你却弃之不顾，这是菩萨严重的衰损。以自利心专求有功德者布施，是一种高级乞丐的做法祈求福报嘛。一般的乞丐呢，是以为自己今生求取衣食，而高级的乞丐呢，是为了自己来世求的艺术大果都是有求为了来世求的艺术的大果报，大福报在需求自利上并无差别。一般初学者呢，难免会有执着功德的心理，而初学者呢，也需要借助这种执着令心去入善行，有了功德的观念，自然会判别功德的胜劣大小、暂时就近等。有了这种分别，人自然一心追求更大、更就近的功德。暂时来说，这也很合理。初学者嘛，那肯定他还是有分别。初学者来说也算是合理，因为他还不可能平等。他只能是这样子没有平等性。那么呢，在他这个资财有限的情况下，他要做布施的时候，他可能有所抉择，那是很正常的，对不对？他要抉择嘛，资财有限怎么办呢？他觉得可能供养三宝更合适。但要看什么供养，是吧？如果这个人都马上都要饿死了，或者遇到急难了这边呢，你供养三宝是很好，但是这个三宝呢，这也具足这个资财。如果这个三宝不缺乏这个资具，那你就说我就是要供养三宝，那这样的话，我相信你的福报功德也不大就是众生最需要的为什么供养三宝的功德大呢？因为三宝的这个智慧三宝的这个修行也是众生最需要的，从就近来讲，是吧？如果三宝有修行，那度化我们，那能够教给我们智慧教给我们修行，那是用钱买不到的，是吧？多少钱你也买不到从这个角度来说，供养三宝是有功德。但是末法时代呢，众生呢不缺这个衣食汤药等方面的供养，末法时代的众生缺少这个法布施缺乏，因为善知识太少，是不是？缺的是法布施资财方面的布施都不缺的，因为他们过去是也是供养三宝啦，所以说这辈子呢，衣食方面特别是修行人、出家人衣食都是无忧的，缺的是法，所以说呢，要给他们做法布施。所以我们一定要发大心。现在你们呢，应该说都遇到了善知识和遇到了正法，那么你们要发心，把这个正法传播开来去做法布施。对你们来说，现在这个抉择是最殊胜的这是最殊胜的，现在对你们当前来说是最殊胜的一种行为，这是众生最需要的嘛你在做法布施的同时，自己的这个智慧还有福德都会迅速的增长，所以说这个时代做正法的布施的功德是最大最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去做。之所以会舍弃贫贱的众生而一心寻求殊胜的对境，是因为认为对下列者布施远不如对殊胜境布施的功德殊胜。如果这种观点绝对成立，则强求人做功德低的事也不合理。
但事实并非如此啊，因为以悲心布施可怜的众生，使悲田变成了以佛平等的福田啊。这个刚才讲了哈，如果你具足悲心啊，如果这个众生确实在这个危难啊，代表生命有危险呢，或者是特别需要的时候，那么呢，布施可怜的众生呢，这个悲田它成为与佛平等的福田啊。佛在世的时候，维摩诘居士曾将璎珞分成两份，一份布施给法会中最下贱的乞丐，另一份呢供养最尊贵的如来。维摩诘居士说，施主如果能以平等心布施最下贱的乞丐，则等同如来福田之相，在福田上无有差别。啊，这平等心有多重要哈。那么优婆塞解经中也说，若能够自心生大怜悯施与畜生，专心恭敬施与诸佛，其福正等无有差别。那从普通的说法来说呢，就是说如果你不具足这种大悲心哈，那普通的那个慈悲心的话，那你布施一个普通的人或者畜生，那跟供养三宝那当然是不能比啊。啊，供养三宝肯定功德大，但是呢，如果你能够以至诚心呢，有大悲心的平等心的话，来普施一切啊，人天或者是诸佛诸圣，那么呢，福德是无有差别。以真诚的心怜悯众生，确实以恭敬诸佛的功德平等啊。平等是因为我们的本来就有这个平等的智慧，这个平等的智慧要具足了，那么呢，功德的就是平等的。啊，所以说平不平等，关键还是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平等的智慧啊。这个平等是需要智慧的，有了智慧才能知道什么叫平等，众生平等。那么当你平等了的时候，你再来做事情，那么功德也是平等的。众生呢，心不平等，那功德当然也不平等。大悲心具足舍心的话，这个就没有什么差别。在此之前如果没有菩提心也没有大悲心的话，那你这个供养修行人好像就显得福报大一点。这个是从世间的福报来衡量的话，确实有大小，世间的福报是衡量是有大小的。但是呢，对于真正的发了这个大悲心菩提心的那个菩萨来说呢，供养这个啊佛陀和布施乞丐呢，他这个没有大小啊，都是回向无上菩提嘛，他的功德是 无有限量的啊，没有限量，就是就平等了，都没办法衡量啊，没办法用世间的法来衡量他们的功德的差别。所以说是就是平等了，就一样了。在没有发菩提心之前，那个还是有差别的，它是有限量的，有量有限量的话就可以肯定有差别，是吧？你是多少，它是多少，有限量就有大小了。无限量的那就没有大小，都无穷大那都一样，那无穷大哪个还分大小嘛，是吧？都是无穷大，那就分不出大小来了。它的功德都是 无有穷尽的，所以它就分不出大小来。大智度论中记载，一天舍利佛供养佛一钵饭，佛随手就把饭呢施给了狗。啊，这也挺郁闷哈，这也就是舍利佛了。要是你的话，你要供养师父一个好东西，师父随手就给狗了，那你当时就脸就变色了。这是师父什么意思啊？太不给面子了是吧？肯定是现在想。佛问舍利佛，咱们俩谁得到的福德多呢？因为舍利佛是供佛了，那佛呢就布施给狗了，同样的东西啊，一个是给狗吃了，一个是供养佛，那么谁得到福德多呢？舍利佛说，按我的理解，佛布施狗的福德多，是吧？你看关键还是看人的。你看他佛布施给狗比那个舍利佛供养佛的功德还大，为什么呢？虽然从对境上比较，佛的功德胜过猎狗无数倍啊，佛的功德大呀，那供养佛应该功德特别大，是吧？也应该是他的功德无数倍。就说你供养佛和布施一个狗，你供养一钵饭，代表你剩两碗饭，一碗饭给佛陀，一碗饭给狗吃，那要是只是从你个人的意乐上来说比较的话，那个
那个供养佛的功德肯定是吧特别大，所以我们都知道供养三宝啊，是吧，都是很舍得花钱。但从意乐上比较，舍利弗的意乐远不如佛的大悲啊，所以关键还在这里，就是关键于施者的这个大悲心平等心修到什么境界了。我刚才说了平等的智慧哈，平等的智慧的话，你的心真正有大智慧，能够达到真正的平等的时候，那个意乐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舍利弗的意乐远不如佛的大悲心啊，这种意乐上就是说佛的那个悲心呢，就是很圆满。那舍利佛呢，可能那个时候是虽然有一点悲心，但是不够。所以说从这个上呢，就是说由于意乐殊胜之故，佛的福德大，是吧？如果同样一个人布施的话，肯定供养佛的比供养狗的福报不知道大多少倍，是吧？无数倍，大无数倍。但是呢，因为不同的人布施，佛布施给狗啊，他这个意乐，他的大悲心是无有限量的，所以说他福德还多。所以说你看，我们最关键还是要修大悲心，是不是？有了大悲心以后，那都是啊，那不得了，不管你布施一个猎狗还是供养佛陀都一样，都一样殊胜，达到这个境界了。那佛就是这样的，佛干什么都完全平等的，任何事情都平等，没有高低，没有低劣啊，这个贤劣之分。佛就完全平等心了，他达到了完全的平等，做一切事都是啊，没有高低之分，没有分别心啊，所以这个佛完究竟圆满了才可以达到。那我们这个虽然发了心的菩萨哈，虽然说是平等，但是我们有些时候还是有一点啊，这个分别心还是不够的啊，我们的平等心还是没有那么圆满啊，平等心和大悲心也不够圆满，所以我们要多修这个事无量心，这是关键的，就是说修大悲心特别重要啊。因此呢，由于意乐殊胜之故，佛的福德多啊。这个故事真的我们要牢牢记住，就是还是看你修行。所以说，师父天天叫你们要发心到位啊。修平等心要到位，那么你这个有了平等的智慧呢啊，还有这种真实的大悲啊，没有智慧呢，大悲心也是不到位的啊，意乐也是不够的。虽然你有一点慈悲心，但是因为智慧不够，所以呢慈悲心也是小的，也不是大慈大悲的啊。有了智慧也会有真实的大悲心，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同样是慈悲心，但是呢意乐不一样。有人想，我布施给下列的境而没有供养佛，佛是否会不欢喜呢？答：不必有此顾虑。普贤行愿品中说，菩萨若能够随顺众生，则随顺供养诸佛，若令众生尊重尘世，则为尊重尘世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佛不是以形形色色的色法为体，而是以大悲心为体啊。这句话你看我们记住，佛不是以形形色色的色法为体，而是以大悲为体。那我们都是执着自己的色身为体，是吧？把自己的色身当作我的体啊，但是佛以大悲心为体。菩萨能安住大悲，是真正令诸佛欢喜的事。龙天，特别是龙天护法啊，你要是这个大悲心修得好啊，那龙天护法特别的欢喜啊，会特别的护持你。因为佛的心愿无非是想令众生升起大悲，与诸佛同体同心，因此呢，这是最好的法供养啊。你看，与诸佛同体同心，这个是最好的佛法，就是最殊胜的、最殊妙的地方啊！就是我们最后都可以跟佛同体同心。普贤行愿品说：“依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啊，就是平等啊，就是平等，依于众生平等，才能够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又说，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啊，这个也是供养啊，供养诸佛了哈。如说修行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
不离菩提心供养。善男子，如前供养无量功德，彼法供养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其那有他分不及一。迦罗分、算分、数分、余分、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大悲的功德不可思议，不必顾虑，以悲心布施下列众生，会让你功德亏损。明白这些道理之后呢，应当努力的平等饶益众生。所以说我们要努力的修这个平等心和大悲心啊，这才是成佛的质量啊。所以这个平等心也好，还有慈悲心也好，都需要智慧的啊，没有大智慧不可能有慈悲喜舍的啊。那么呢，所以呢要修这个大智慧，哎，然后内心真正的平等了，众生平等了啊，在你的内心深处啊，众生确实平等了啊。然后呢有具足舍心了啊，你这个平等心有了以后呢，才能有大慈大悲心。这个时候呢，你怎么布施都是都可以，那这个时候佛菩萨就随顺因缘来布施了，不抉择啊，他不做分别，他就不乱抉择，不是说啊这个不给那个给，他是随缘的啊，随缘就是平等，是不是啊？因为随缘嘛，随缘就是谁来了就给谁啊，因缘是什么样的就怎么样，他不去强求啊，不分别，那么这叫随缘。当这个布施的财物啊，就是有限的时候，他也是谁先来了给谁，是吧？布施完了就结束了，并不是分别啊，那这就是平等。所以说这个大乘的菩萨呢，他修的是这个慈悲喜舍施无量心，跟那个人天善道的人不一样。对人天善道的人来说呢，他是有分别的，那你只能告诉他哪个功德更殊胜一点，是吧？哪个差一点，他要分别，他不可能不分别，所以佛菩萨用善巧方便的跟他们讲哪个功德更大一些。所以说对于人天善道的善人呢，讲因果啊，那样讲是没有错的，但是一切呢还是归到心上，一切因果呢还是归到心上，所以大乘的菩萨呢，他的功德不在外境上，根本上还是心上是不是达到了真正的慈悲喜舍。那我们要尽可能努力的修平等舍性啊，因为只有平等舍性具足了，这个悲心才是大，才够大啊，这是最大的，最大的悲心就是平等，平等才大，是吧？平等的就对一切众生都一样了嘛，那才是大悲心。总之呢，初学者需要依靠殊胜的资粮田，那菩萨出于悲心不选择进不进田，而平等布施比前者更为殊胜。普贤行愿品说，言恒顺众生者，为净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受众生种种差别，所谓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或有依空及诸秽木而生住者，种种身类，种种色身，种种形状，种种相貌，种种受量，种种族类，种种名号，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娱乐，种种异性，种种威仪，种种衣服，种种饮食，处于种种春营极乐诚意宫殿，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无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如是等类，我皆于彼随顺而转。种种尘世，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欲诸病苦为作良医，于食道者食其正路，于黑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福藏，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我们念都会念的哈，就是到了生活当中我们就忘记了啊，就是我们要多作意，没事的时候就自己作意平等啊，修平等心，那个太难哈，这个我们的业习太重，所以说呢这个平等心不好修。菩萨饶益的时候哈，他并不是说这个什么都完全的就不根据因缘来平等，菩萨平等利益众生，因为他心里面就是都一切众生都要成佛，是吧？当然成佛也有先后啊，有些众生你就是救不了他，你这他已经
他已经完全刚强难化，刚强不化了，他不是刚强难化了，是吧？刚强难化可能还化一点呢，他已经刚强不化了，你渡不了了，是吧？那只能等他什么时候自己腐化了，是吧？自己烂掉，到时候再渡他。那个就那个铁一样，刚开始锈了是转不动了，是吧？怎么都转不动了，但是再烂，让它再腐烂，腐烂到一定的时候就哎，它就掉了，掉下来了。那个时候再度化它。所以度众生呢，也是，虽然是无为法，无为法就是平等嘛，啊，但是还是有差异啊，差别，因为众生的因缘不一样，啊，善根不一样，啊，机缘不一样，当然还是有差别了，啊，你当然是先度有缘了，是吧？随缘嘛，佛法讲随缘度，随缘就是平等啊。你们仔细去理解什么叫随缘，随缘只有平等到家了才能达到真正的随缘。哎，你没有抉择，就是随着因缘走，是吧？因缘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去故意的去改变这个因缘啊。那个改变因缘就说明你心不平等啊。平等心就是啊，随缘度众生啊，人们来了都度啊，不管什么人啊，度的时节因缘怎么样度法呢，都有他的方法的啊。对不同善根的人，教的也不一样，那肯定教的不一样，是吧？你这你不能说不平等，因为众生的善根不一样，有些人是吧，幼儿园的善根，有些人是小学的善根，或者有些人是大善根的，那你怎么可能平等呢？这个不是不平等啊，这个是学生的根基不一样，当然是教法不一样。这是要应机说法吧，是吧？这个是真正的平等。但如果你够这个根基，师父就对你是这样的教，跟你的身份没有关系啊，就是看你的信心，看你的根基啊，师父都是完全平等，是吧？只要你的信心和根基够，师父都是同样的教啊，这就是同样的平等啊，同样善根的众生，师父都同样教。啊，基因因缘如果差不多，是吧？那有些人就是有时候也想教，但是没有因缘了，是吧？没有因缘怎么办？你不能去强攀缘了啊。所以说平等心你要慢慢去理解啊，真正的平等哈，才能够真正的达到随缘。那这个随缘也是很高的境界，我们都做不到随缘啊，我们总是要去攀缘啊，我们都喜欢攀缘。攀缘心就不平等了。有菩提心的话，就是不管这个众生是破戒不破戒，愚痴不愚痴，是吧？都是你度化的对象，只要他跟你有缘啊，缘分来了我们就随缘啊，充分的就是利用这个机缘来度化他啊，缘分来了我们也不要错过，是吧？有些时候这个度化众生的机会来了，就是啊，抓住机会，因为机会错过了你就再度他就难了，所以我们这个道理都懂了，是吧？抓住机会，有些机会是瞬间就过去了，这也不算是执着啊。因为你想度化众生，你就要随既要随缘嘛啊。同时呢，既然随缘的话，就是抓住现在的机会，现在做好，把当下做好，那么就是抓住啊，现在每一时刻每一个当下都是最好的时机嘛，是不是？那过去未来都不是了。只有现在当下是最好的时机啊，所以说要抓那每个当下都做好啊。菩萨是这样的，就安住在当下，把每个当下都做好啊，平等啊，大悲，随时安住当下，在时时关照。这样的话，布施就非常的殊胜，很快就成功了。啊，我们对待每一个众生都像对待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等无有异，那就是平等了，是不是？所以说你们度化众生呢，那一定要很灵活的啊，很灵活的度，活泼泼的，是吧？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不要生搬硬套，这个就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凡夫都喜欢都会容易生搬硬套，有些说师父啊，这个事情怎么做，师父这个事情教了，但下一次呢遇到同类似的事情就生搬硬套啊。但是呢可能表面上相似，事实上又不一样，缘起还差得很远啊。所以说这个厚德智啊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做。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不同的因缘啊，类似的事情但其中也有可能很大的差异啊，我们都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啊，不能生搬硬套哈，戒律也是这样是吧，我们学戒也是这样，度众生呢其实佛法就是有些时候为什么说从书本上很难学，因为佛法本来是学活了以后就不一样啊，佛法要学活了，我们这些学的还是死的啊，依葫芦画瓢那样的学，那没有真正的开智慧，就是碰到一些不同的情况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好，我们下面讲这个因断的意乐。因断意乐分二，断恶见取等七种，断邪命意乐等七种。先是断恶见取七种意乐，第一种是无恶见取意乐。无恶见取意乐即菩萨没有以恶见而执取布施的意乐，不会认为布施完全没有果报，不会执着杀害众生而布施是正法，不会执着内相吉祥而布施，不会执着这个着这个外相啊，执着这个内相还有吉祥而布施，不会执着只要有布施圆满便能证得世间和出世间的离欲，而能了知布施只是离欲清净的资粮，这个叫无恶见取意乐啊，这句话很重要，了知布施只是离欲清净的资粮啊，这个不执着这个得失啊，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布施只是为了离欲清净啊，也就是对治我们的贪欲，那贪欲没了自然就清净了嘛，这个就是无恶见取意乐，取就执着的意思啊。念杀害而行会施，杀害一类众生供养另一类众生，比如在家菩萨杀害众生给家人做肉食，就是不清净的布施是吧，就杀害一类众生供养另一类众生，或者你给人家送鸡是吧，你看送礼的时候你送鸡送鸭，这都属于不清净的布施，自己杀好了再送，或者叫别人杀好了再送，或者直接送活的，这都属于啊不清净的布施，那很多人还在干这种事，甚至有些受了菩萨戒的人还干这个事啊，就是杀生来布施给众生，即内相吉祥而布施，做两种解释，一是本不属于内相吉祥，心中妄执这是内相吉祥而布施啊，就是妄执内相啊，二是执着只能在某些吉祥的时日中布施，其他时间不能布施啊，执着某些吉祥的时日中布施，其他的时间呢不能布施，这都是即着内相啊，就今天是好日子可以布施是吧，其他的就不布施，这样的是恶见。六波罗蜜多经说，或择日而施，为白月一日、八日、十四、十五，黑月三、八、九、十三、十四、十五日，如是日施，余日不施，故名为施。或择十施，晨朝不施，午时不施，日暮于时亦复如是，如此施者不明不施。须知此处并非遮止在吉祥的时日中大力布施，只是遮止不相应的邪止，不在于时布施啊，这个是为了给那些初学的人啊，他不愿意布施啊，那么呢我们就跟他说十五的时候布施功德大一点啊，什么吉祥的日子呢做什么事呢就殊胜，这都是对那个世间的善人说的，有这样的说法啊，什么什么什么日子啊，非常的吉祥，布施功德会啊，好像就啊特别大。那这个做生意的人就想啊，这个时候是吧，多布施，那其他的时候就不布施，分钱都不布施，都攒在这个功德大的时候布施。他这个算盘打得很好啊，跟做生意一样。这个说明你这个不是布施啊，你这是干什么也不知道，是做生意啊，因为我们都收到过这样的微信啊，今日修行功德什么增长一倍是吧，什么什么多少倍，哇挺吓人的，动不动就上一倍哇，
那你这个太合算了，布施一块钱变成布施一亿块钱了，是吧？那平常不布施了，肯定都攒了那个时候布施。这会做生意的人肯定都是就平常都不布施了，这太执着了啊！这个叫恶见取布施。那你这个不是在修行呢，真的是在做生意。有好有坏，师父自己不执着这些东西，从来就不发这样的信息，也不管这些东西啊，每天都一样啊，是不是？但有些时候可能佛菩萨就是为了就对那些特别吝啬的人，为了让你布施，就说今天布施功德特别大，平常不爱布施的人，这种着相的人呢，佛菩萨的一种善巧方便，为了让你布施，佛菩萨也有善巧啊，逗你今天布施功德大，你贪心一起就猛布施，其实布施的也是有还是有好处嘛，至少不比布施不布施好一些啊。这种根基差的人都是这样的啊，这种着相的人就跟他们说这些，什么时候修行功德大，就这种懒惰懈怠的人，佛菩萨的一种善巧，是吧？因为你平常都很懈怠，然后突然佛菩萨说今天修行功德大，那你今天勇猛精进的干一天，但这样也挺好，佛菩萨善巧方便啊。如果天天都精进的人，就根本就没这个区别，不用去看这些消息啊，都一样，每天都一样。对菩萨不是这样的，菩萨是不择日子啊，布施还显择日子嘛，是吧？救人如救火呀，救济众生还有时间相嘛。所以呢，我们呢做这个布施的时候，不要只是恶见啊，无恶见取一乐，这个是第一种啊。第二，无高举一乐。无高举呢，就是菩萨以谦下心布施，不毁骂乞求者，不应为了与人竞争胜过别人而布施啊，就是看到别人布施啊，为了逞能啊，然后做布施，也不因布施后生起骄慢啊，这种心态是很多的，布施完了以后起骄慢心啊，就觉得自己我对你有恩啊，就开始索取，或者态度不一样了，这样很难。有些人供养的师傅啊，供养的道场啊，明显说话态度都不一样了，他自己意识不到啊，认为只有我能布施，我是施主，其他人不能如此布施啊，这个其实骄慢。六波罗蜜多经中说，如果布施时机会起者，说你年轻力壮，六根健全，为什么不自己工作谋生而来乞讨呢？这样心回起者而施舍，并不叫布施啊。这是世间的善人都有可能啊，但是菩萨不这样的啊。菩萨呢，就是无高举，菩萨也不因自持持戒、多闻禅定智慧而行布施，也不因轻慢别人。贪嗔愚痴少闻破戒而行布施，这些都是不清净的布施啊！你看这样一对照，我们就差得很远了。那这个很有必要说的啊。我们呢，就是会有高举，特别是我们有一点修行了，没有慢心，这太难了。就是自己呢修得比较好啊，就轻慢啊，用轻慢的态度来布施。我们面对这些可怜的众生，我们都有慢心。啊，你说你没有，那几乎不可能啊！你只是观察不到，要好好的观察你自己哈。这个关键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菩萨也不要高慢，但是菩萨高慢的菩萨特别多啊。这个菩萨为什么高慢呢？因为他是吧，修的比这些凡夫好一些嘛。这个我执又没破，然后呢，他又有一点功德。这不可能不高嘛，你肯定瞧不起众生，你看这众生是吧，芸芸众生在那里轮回啊，就自己我已经开始修行了是吧，我也是解脱，走在解脱道上，或者就是那些众生愚，在你心里面众生都愚痴颠倒，然后你自己呢就觉得我挺不错是吧，这个都不需要就是宣说，你自己内心里面都会起高慢心，就是不高慢是很难的。是吧，就像一个社会上一个优秀的人， 他不可能不骄傲，世间的凡夫啊，他只要在这个行业他做得好，他一定会骄傲的。你看那个世间的那些老板呢，那些企业是吧，那些有点能力的人呢，他在这个行业里面他一定是骄慢的，去高傲性很难的。当然一个要达到世界级的那种高手也有可能
啊，也有可能不会较慢啊，真的要无我了哈、啊，没有我了才能够无慢心。菩萨那个持戒修行，有了一些闻思的智慧，那我们在做一些布施，都会轻慢众生啊。等轻慢众生的时候，那大悲心就有毒了。所以说，众生呢都是容易起很多偏差，是吧？如果你真的是依教奉行，如果能够如实我闻呢啊，把这个法听清楚了，真的这么做呀、啊，很快都会成就的。都讲得这么清楚，是吧？讲得这么清楚，其实核心的思想也没有多少，是吧？如果大悲心学好了，这些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是吧？说来说去就是大悲心不够啊，才会有这样的这样那样的毛病。所以要断除这些哈不正确的意乐。清净业障经中说，凡夫行布施的时候呢，若轻视牵令者，使他不起信心，因愤怒而堕入地狱，由此会障碍修布施。就是我们的言行哈，让众生呢下堕，那么对我们的修行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啊。就是因为你轻慢这个轻视这个牵令者呀，那么这个牵令者他就不起信心，或者是生气而堕入地狱了。这样的话呢，对你自己也是不好的啊。你来布施，然后反而把别人给弄到地狱里去了。你看啊，这个布施呢，反而变成那种业障。众生下堕，我们的成佛的时间就会延迟，那是肯定的。任何一个跟我们有缘的众生，他下堕，那就是我们成佛的时间就延迟了，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你要度他的。经中又说，自己守护戒律的时候，毁骂指责犯戒者，而使很多有情不生信心，由于不信而堕入恶趣。啊，你看你自己守戒吧，就开始指责别人。这也是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当我们自己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生气，我们就是毁骂、指责，是不是啊？这是我们常犯的一个错误。你们会不会是犯这个错误啊？就是包括同修，特别出家人，是吧？你看到自己守戒了，看到不守戒的出家人，你心里就生烦恼。就是同样一件事情呢，就我们对这种不守戒的人呢，我们。首先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不要生气，这是很重要的，是吧？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对其他的道人啊、道友啊，他守不到戒律跟我们没有关系，没有太大的关系。首先你要知道，个人生死个人了，那我们出于慈悲心，我们当然是要去，有些时候该劝的要劝，该说的要说，这是慈悲心的缘故啊，不是生气了要说他，是吧？如果生气了毁骂他、指责他的话，那就不对了啊，那他就会生气了啊。安住忍辱的时候呢，啊，就是修安忍的时候啊，毁骂指责，注意忍辱为平的人，就是这个嗔恨的人，就是你自己修安忍的时候，你就毁骂指责那些嗔恚的人啊，由此会障碍持戒安忍，是吧？你自己不是修安忍吗？你怎么会毁骂指责那个生嗔恨心的人？这个人起了很大的嗔恨心，或者做了坏事。那你作为一个菩萨呢，你不能够去毁骂指责他啊，你应该大悲心来想方设法来帮助他。反正我们记住哈、啊，就是不管你是什么菩萨，你只要让众生生气了，或者生起贪欲，或者生起嗔恨啊，不管这个众生是多么颠倒啊，这个众生是多么愚痴，只要你让他生气了，是你的原因让他产生的这个。特别是生嗔恨心，那对你自己是非常不利的。虽然你的发心是正确的，代表你发心是想帮他，然后但是呢，他生你的气了，啊，他对你生起了强大的嗔恨心，那你就有过失。为什么呢？他一定会障碍你成就。啊，众生生对你生起了嗔恨心，虽然你没有过失，你一点过失都没有，你的发心完全正确，啊，就是你发心完全正确，但是你没有智慧啊。你让你肯定做错了事啊，才会让他生气啊，否则的话他怎么会生气了呢？对吧？他生气了肯定是我们错了，都是我的错，就这样想，他生气了就是你的错啊。你别说我发心正确，我怎么怎么好，我怎么对，你这是为自己开脱，为自己解释没有用，因果是没有错的，你怎么开脱都没有，你变为自己辩护没有用的，因果是没办法变的，你变了有什么用呢？因果就是这样，只要让众生生气了，你不管是什么发心，你都有业，你都是造业了。
啊，你以为你发心正确就没业吗？就没问题吗？他对你起了嗔恨心啊，他这个嗔恨心是你造成的。那所以说菩萨呢特别的小心啊，呵护利他，利他的菩萨利他的时候呢，就是因慈爱众生护持他心，是吧？要护持他的心念，让他尽量的往善起善念，你不要让他起恶念，叫护持他。如果轻慢回骂众生，让他伤心起嗔，以致堕入恶趣，这非菩萨所应为，决定会障碍自己的菩萨心啊。虽然你发的是菩提心，但是你的方式方法不正啊，发心对不一定就做对的事哈、啊。当然发心对当然是很重要，是第一步。其实我们往往是发心不对，哎、啊，你以为你发心正确而已。其实事实上，因为我们的心不纯，不纯粹，知道吗？我们都是表面上发心正确，事实上发心是不正确的。我们有私心，是吧？我们还有嗔恨的，对他有嗔恨心的杂念，夹杂着嗔恨、贪嗔，但是表面上发了一点菩提心。就像刚才那舍利弗跟佛陀比一样，是吧？那舍利弗也很不错了，但是跟佛陀比呢，大悲心还不够呢，是吧？差很远，是吧？为什么佛陀那个功德大呀？因为他的大悲心圆满了，那我们这个菩萨的大悲心不圆满，不够啊，量不够，是吧？就像那个故事说的，那个鸽子是吧？为了躲避这个飞鹰的这个捕捉，哎，它飞到这个舍利弗的这个身影下面的时候啊，是发抖。但是当他飞到跑到这个佛陀的身影下面的时候，他马上就安详了，就不发抖了，就不害怕了，是吧？你看不一样了，这个影子都不一样，这个身影都不一样，这个影子功德都不一样，是吧？还是有区别。那这个佛的那个能量，他那个是吧？他那个慈悲心，他那个大悲心，他马上就会加持到这个鸽子，让他不害怕。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就是菩萨呢，就是还没有圆满啊，就是那我们要尽量的去做，就是要不光是慈爱众生的，就是我们的慈爱心不够，还是啊护念他心，是吧？这样的话呢，虽然你觉得你自己的发心对他还是不错，但是因为毕竟我们的我执啊，就是哪怕你的我执都除尽了，但是你还是可能还有无明习气，就像那个舍利弗已经证到了阿罗汉果位，是吧？但是呢，那还有人冤枉他，啊，说舍利弗这个轻慢他，跟佛陀告状，可能舍利弗当时跟他交往的时候，可能是带出了一点习气，就是那种无明习气，其实他没有那个很明显的那种慢性啊轻慢他的意思，是吧？这个阿罗汉还是有无明习啊，还有一些微细的习气，所以说也会让众生生烦恼。你只要有习气，就会让众生生烦恼。所以说我们都不要觉得啊很了不地的呀啊，就是要好好的学法。这个菩提心的修学那是没有止境的啊，没有止境的。从世俗到圣意菩提心，乃至到圆满菩提心，是吧？圣意菩提心还是刚开始的，圣意菩提心只是说你只是可能正出地了，那你到圆满菩提心呢，你还早得很呢。啊，佛是圆满的，究竟圆满的菩提心，不光顺意了。这个菩提心的修学真的是没有止境，所以我们呢不要啊不要骄傲啊，也不要高慢。菩萨利他的是因慈爱众生，护持他心啊，这个护持他心啊，我们要时时的护念他人的心啊，这样的菩萨呢，时时都是护念他心，而不是护念自己啊。如果轻视毁骂众生，让他伤心起嗔心，以至于堕入恶趣，这非菩萨所应为，决定会障碍自己的菩萨行。所以菩萨任何时候都应该远离高慢。就是我们的菩萨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啊，其实还是要先给他多多的关爱，特别是对那些程度很差的那些人啊，就是先给他多一些关爱，然后才能够指出他的过失。否则的话他就会起嗔心，是吧？他会认为你是在指责他，就是他会认为你是不喜欢他，是吧？他肯定也会起嗔心。就是我们行菩萨道也是这样的，他们即使这个不能共住的人他来了，那我们也只能够先
过关爱他，然后同时也要劝诫出家人，你要让他知道出家的戒律啊，在家人你要知道道场的规定，他违反的规定，让他应该有惭愧心。如果他没有惭愧心的话，那就麻烦了，就完全不相应，是吧？自己做错了还没有惭愧心，这样的人你怎么教？这就难教了啊！他不认为他做错了，那这就没办法教。这样自己完全就是不守戒律，然后还不能讲，那就不工作了啊！所以说外面这个就是很多当初出家的时候都没出离心就剃度了，这个问题是最大了啊！你出离心都不懂就出了家，那你这个最麻烦的事情，是吧？你出家以后才培养出离心，这个很麻烦，这个很难教，基本上是教不了。嗯，让他师父去教，啊，连出离心都不懂的人就跑去出家了，你说这个给佛门其实是制造违缘呢，啊，别人是诽谤这个出家人的啊，诽谤三宝。那有些时候呢，我们在做菩萨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因为急于求成呢，对其他的人呢有要求。本来我们做的事情是善事啊，对方呢可能也是要求他做善事，但是我们也不能急啊，急了呢他生烦恼了，或是让他感到这个不安了，这都是不对的啊。所以说我们菩萨呢要时时护念众生的心，让他要感到开心，是吧？安详轻松，让众生呢都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样的状态下呢去做布施，去修行，那样的话，这是菩萨，这是智慧的菩萨，时时护念众生的心，不轻慢，不随便毁骂，不让他伤心，不让他起嗔心堕落，你看我们时时都是这样子来护念众生。我们凡夫呢就不这样，我们凡夫是时时的护念自己的心，是吧？不让他受伤害，又喜欢听好听的，是吧？喜欢，不愿意听这种逆耳忠言，不愿意听这个不顺心的话，不愿意听到诽谤，就是反正逆耳的话都不愿意听，听了就生气啊！你看那个凡夫啊，还有这个没修行的人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个菩萨不是这样的，菩萨听到这样的别人说我们的话呢，我们就想自己可能别人说的对，我自己还没观察到，你不要耍赖说我没有，不是没有啊，是你的智慧不够啊，你还没看到自己的过失啊，就很多时候是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过失，然后就不承认啊，说别人说错了，别人没说错啊，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观不到自己的过失，观不到自己的这种微细的贪嗔痴一慢啊，观不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呢，当别人说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他在诽谤啊，他在诽谤我。事实上呢，也不完全是诽谤啊，里面有一定的真实性。所以我们在检讨自己，这样的话呢，不生烦恼。因为别人说我们，我们就要警惕啊。警惕啊，那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哪怕有一点我们都要及时更改啊，要感恩。那我们大部分是好心，但是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掺杂的不好的心在里面，我们都要检讨啊，把它挑出来，一点瑕疵都不能有，都要想办法的清除啊，这样才是修行啊。我们总是把自己看得很大，是吧？看得很好，自己的过失看不到啊，人和人呢会争吵啊，互相之间会吵架打闹，其实都是这样的，都是看别人的过失，看自己的功德啊。当别人说自己的时候呢，自己有错也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改，甚至一点都看不到啊，认为别人在诽谤我。我们普通凡夫啊，那都是这个样子啊，你们自己观察自己，好好的观察自己啊。所以应按照无量功德赞所说而行。赞中说，世尊，你闻慧广博时，不曾赞叹过自己，对其他功德微少的众生，你也高度的恭敬啊。因为佛平等了嘛，我了他怎么会赞叹自己呢？不可能的。就是他示现这个神通啊，他也有无我，他是他自信的妙用，是为了度化众生。他那个时候绝对没有任何的这个显示自己的功德的那个概念啊，因为他没有我了，他这个全心利他，所以全心利他的时候，他肯定有些时候是要施展他的威力啊，是吧？
施展他的啊智慧，还有他的神通妙用。那佛菩萨肯定要施展，因为他完全无我了啊，一切无明，还有啊人我法我的一切这个私心都没有，彻底干干净净的都没有了啊。但是那个时候他有无量的神通妙用，那个时候是纯粹利他的啊，那是百分百，那是最最纯净的这个利他心。当然了，其实按道理说证到四果八地菩萨以后，他那个利他心基本上就是纯粹了。他没有成佛是因为还有所知障，他还有一些知见障着他啊，一些习气，还是一些知见上的习气障碍。对利他来说他已经无我了啊，自己安住功德时还取微小的恶行观察反省。啊，你看自己啊安住功德的时候，就是功德很大啊，就是非常殊胜了，但是还是取微小的恶行观察反省啊，自己任何的瑕疵呢那都要找出来，观察自己的任何的微细的恶念贪嗔痴都要能够照得到啊，还有一些自己都看不到的那种无明愚痴啊，然后带来的那种贪爱嗔恨啊，所以说要打坐深入禅定的观察自己的内心深处的不好的动机啊，明明你自己都有嫉妒心呢升起来了，自己都看不到，还是在起恶分别念，觉察不到自己的嫉妒心啊。所以呢菩萨是待人且宽厚，利己要严格啊，宽以待人，严以利己啊，这个是真正要做到，也是很了不起啊。这个宽厚是绝对的宽厚，对自己是绝对严格，对别人是无限的宽厚，对自己呢不允许有丝毫的这个过失，那我们也做不到，是吧？我们对自己总是很宽容的，很宽厚的，对别人就很严格，那这说明你这个不行，还没开始呢，这不太行。是吧，也能看着别人就恶心，就看着别人有一些行为他就心里不舒服，看着自己怎么看得顺眼，是吧？那待人是宽厚，如待己一样的，就是要对众生的过失啊，就是我们就是没有任何的计较才行。宽厚还只是初学了，初学你就要宽厚了啊，再进一步就是没有任何计，就是不起任何的这个恶念啊，不起没有任何的这个轻慢的骄慢的态度啊，就是心里面都没有，这个很难啊。就是我们心里面不起这个念是非常难的啊，因为对待众生的那种态度，说话的那种态度，你心里面都能反映出你的高慢不高慢来。其实我们很多的起心动念其实不是通过言语来表达出来的啊，我们很多的行为啊都能显示出你的高慢，这不容易。我们很多的贪嗔痴啊都是隐藏着的，就是我们自己看不到，别人能感受得到啊。闻法之前供养和闻法之后供养，他们之间有什么功德差异吗？听完了法以后再供养呢，是有分别心的啊，是有分别心的，那么呢当然有毒了。这样布施呢就是不清净的布施，这个听完法以后啊，他心有分别，他开始就带着这个轻慢的心啊，带着这个贪嗔痴的毒性做布施啊，那么呢这个布施是不清净的，这是有毒。如果呢你请法之前带着恭敬心啊、虔敬心啊、还有信心来做供养啊、请法，那么呢这个布施呢这个供养呢就是无毒的。好，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